这个就刚才说到颈椎病呢，也分神经根性颈椎病和脊髓性颈椎病。我们知道压迫神经，所谓的神经有周围神经，有中枢神经。那么如果压迫的周围神经，那么就是神经根性颈椎病，比如说这个神经根麻木啊、疼痛啊、无力啊这些症状。如果压迫的脊髓，那就叫脊髓性颈椎病。那它的症状就不光是这些症状，而且出现一些特殊的，比如说精细动作减退，比如说病人拿筷子不灵活了，夹不住菜了，写字啊歪歪扭扭的就写不成形，甚至扣纽扣扣不住啊，那不灵活扣不住。另外呢，走路呢，像踩棉花似的，啊，就是说，前脚深一脚像踩棉花似的。就会才发飘，啊，我们在体格检查的时候呢，就发现他的腱缝受亢进、活跃、肌张力增高，而且还有病理反射 Babinski 阳性，这是医学上面专门的名字，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，就叫有病理反射出现。